上我车，上我车，西北巡线一堵云，乌鸦落进了凤凰群。你是就连你是谁，说是谁知道我面前上。这不是我兄弟车吗？喂，哥，咋的了？哎，兄弟，我车在你车旁边停呢，我看上你车的人谁呀？啊，你姐闺蜜呀？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？你说我相中你姐闺蜜了咋办呢？你这事儿给哥办成了，哥请你吃饭啊？这好办呀，等会儿我吃我吃。这也太尴尬了吧？这也太漂亮了吧？该说点什么呢？那个我不知道你能听吗？知道我能听见就不敢说了。敢呢、啊？我爸从小就教我，遇到喜欢的女孩。那你学会了吗？你觉得呢？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依然，冉冉升起的冉。依然，好名字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去你心里吧。其实已经在了。哎，我发现我家离你家挺近的，要不我送你回去，顺便去坐坐。行啊。准备出发，全程49公里，预计需要51分钟。听说坐地铁能跟小姐姐恋爱，我也抓到一个，正好情人节了，试试网上新选的大招。不管了，两个都选吧。同意了。莫非发现我了？给手机放下了，我还怎么聊？那我可打直球。那个，能加个微信吗？不能。就这一次机会啊。行，你别后悔啊。果然网上的套路不能信。我肯定在700年前就说过爱你。All my friends are faded. I'm laughing, boy, please. That's why I always end up outside.Feeling like I'm wasting my time, my time. Oh, oh. I can't do it anymore, yeah. I'll try. Looking for what I thought I'd find. Don't want no empty love. Ooh.挺好看。三秒钟拿下。哈喽美女，那个你鞋带开了。嗯，没事。你是不是东西太多了呀？要不我帮你吧。那行吧，那你。没事，我就是看他不系上，我难受，强迫症。我还以为你要帮我拿呢。东西我也可以帮你拿。不用了，我车要到了，先走了。哎，那个，能加你个微信吗？下次了。别看了，都走了。待着。哎，腰就是这边。完了。地球是圆的，2号线一样的回家。走。今天人好多啊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他。找了5个车厢，终于找到了。Hello， 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：第一是相遇是缘分，第二是相遇是天意。怎么那么巧？你跟踪我？我话不还没说完呢吗？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自己的幸福要自己争取。所以你能微信，你不是说下次吗？这次下。今天在地铁上碰见一个女孩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，我就把外套借给了她，没想到她拉着我就跑。不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
刚才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嗯，咱俩加个微信吧，我买你衣服。啊，不用了吧，我感觉你穿这身这衣服正好挺适合你的，送你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九点咱俩还在地铁吃午餐，我保证把衣服洗完还给你。头一次遇到这种事，我该说什么？哎，我钥匙呢？这我上哪找去啊？我来给你送钥匙啊。我在这等你半天了，不知道你去哪儿。我在那边打不着车，这回来找你了。那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都坏了。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。那边有个小姐长得好像还挺好看的。要不我过去要个微信吧。哎，你好，就是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尴尬呀，被拒绝。哎，怎么还过来了呢？怎么还走了呢？好可惜。包没拿。那个美女，你包帮忙拿了。你还真追上来了，是说故意放在那儿的。故意放的？对。你有对象吗？嗯，没有啊。那你现在有了，微信给我一下。啥？这么快的吗？效率最重要。行行。你一会儿有事吗？我一会儿想去网吧打会儿游戏。别去网吧了，我家有两台电脑，去我家。合适吗？大胆一点，反正生命只有一次。这谁能不心动啊？怎么还走了呢？把书这样放，肯定还会回来的，肯定还会需要你的帮助。你好。你好，怎么了？能帮我拿下书吗？我有点够不到。啊，行，就这个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没事，你也喜欢看这本书啊？你也喜欢？嗯，我喜欢这本书里的一句话，看了挺多遍了。什么话？嗯，能加个微信吗？你是今天第三个来搭讪的。那看起来我是比较成功的那个。你怎么不问问我男朋友啊？我觉得你没有。追我的人可不少啊。我追的也不少啊。海王呗。海王算不上，最多算是一条小鱼吧，还是观赏那种。那走啊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坐地铁钥匙不小心掉到了座位上。哎，你干啥呢？不好意思啊。你有病啊。不，我钥匙掉了，拿钥匙。不好意思的事少干。不是，这也不能怨我呀。这个小姐姐还挺漂亮的，就是我太冤了，怎么还过来了？啊，你有女朋友吗？什么？什么情况？有女朋友吗？啊？有女朋友吗？